用科学的数字记录台湾人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游英龙，欢迎收看台湾民意这节目，做伙来探讨真真正正的台湾民意。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台湾人对独立公道的基本态度。最近国际上因为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跟伊拉克库德族举行独立公道，再度引起世界对各地独立运动的关切。台湾的统独问题一直是台湾战后上重要也上有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国内外都非常的关切。不过台湾统独的问题虽然长期存在，但并无重要的政党或是团体公开鼓吹独立公道，并且形成一个长期的有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民进党长期以来并不是很积极推动独立公道，因为民进党有一个传统的主张是台湾需要被动的防御性公投，不是主动的这个独立公道。所以呢，在这里也显示出台湾独立运动相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讲，其实是非常的温和啦，非常温和。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啊，值得注意。不过，无重要的政治势力伫推动独立公投，并无代表台湾人主观上缺乏独立公投的这个意念吼，也是这个想法啊。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二二八由民视董事长郭培鸿先生所领导，也是讲伊带头吼。去筹备的一个喜乐岛联盟啊，喜乐岛联盟哈，正式宣布成立。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是要计划推动每年四个台湾独立公投啊，正名入联啊，正名入联的意思就是讲用台湾的名去加入联合国啦吼。这项行动因为有李登辉甲陈水扁两位前后任总统背书。以及有真多大佬加入联署，较少年辈有时代力量、台联、社民党，甲真多本土社团的参与，所以声势看起来不只大哦。即摆行动无疑是近几年来，也是讲过去十年来，岛内独派势力上大的一个集结啦，吼，上大的一个集结。未来要安怎发展？必然会对蔡英文政府带来真大的压力啦，吼。那么，喜乐岛联盟的主要诉求是啥？伊主要诉求用八字来形容：独立公投、正名入联、独立公投证明入联，已经在推动。未来这个组织的发展是安怎？那么是不是会成为新台湾独立运动的火车头？值得观察哈。那么针对独立公投这个重要议题，台湾民意基金会曾经做过两摆全国性的调查，一摆是去年十一月，另外一摆是今年的三月啦哈。今日我要伫这两摆调查的基础上来探讨台湾人对独立公投的基本态度。关于独立公投的问题，我们。台湾民意基金会曾经做过相关的调查，我们用了三个不同的问题来试图了解台湾人在独立公投上面的基本态度。第一个问题是谁有权决定台湾的未来？我们是这么问的，就是说关于台湾前途问题，有人认为台湾前途未来不论是独是统，只有居住在台湾的2350万人有权决定。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13亿5000万人也有权参与决定，请问您的看法如何？那么结果如我们这个眼饼图所呈现的有86%的人认为只有居住在台湾的2300万人有权决定。6.2%的人认为中国大陆13亿人也有权决定，不知道的7.8%。所以
从这个圆饼图非常清楚的呈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台湾有高达86%的人觉得只有居住在台湾的人有权决定台湾的未来，它意义是非常重大，可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共识啊。那第二个问题会关于蔡英文总统任内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是这样子问啊，有人说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应该在蔡英文总统这个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早日完成台湾历史使命。请问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个主张？结果发现43.4%的人是同意的，基本上同意，47.8%基本上不同意，没意见2.4%。这是一个细部的一个状况啊，非常同意的有16.1%，还算同意27.3%，没意见的2.4%，不太同意23.8%，一点也不同意24%，不同意的比同意的略多4%啊。显然台湾人台湾人民对蔡英文总统任内是不是举行独立公投？看起来是意见严重分歧啊，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啊。那么到底是谁赞成或谁不赞成这个独立公投呢？在尤其是在蔡英文总统任内啊，那么我想这深入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了解了哈。以政党认同方面来讲，有64%的民进党认同者是赞同在蔡总统这个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早日完成台湾历史使命啊，31%反对。在中性选民方面，有40%赞成，48%反对。在国民党认同者方面，24%赞成，73%反对。第二个，在年龄层方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讯息。大体上可以看出来，35岁到54岁年近中壮年的人，多数显得比较老成持重了哈比较老成持重。那么反对在近期之内举行独立公投，但相对来讲，34岁以下的人那么赞成的就比较多比方说，在25到34岁的人当中，有54%的人赞成，40%反对那么显得年轻人比较勇于追求理想另外65岁以上的人，也有明显多数的人是赞成独立公投的在特别是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举行独立公投。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高中职以下的教育程度者当中，有近50%的人赞成在近期内举行独立公投。但专科级以上的教育程度者比较保留有近60%左右的人不赞成。所以以去年11月的这个民意状况来讲看得出来台湾社会对于是否应该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举行独立公投看法是两极的。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独立公投成为中共武力犯台的借口的时候应该如何所以我们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问说，有人说台湾如果举行独立公投将给中共武力犯台的借口，还是不要比较好？请问你同意或不同意这项看法那么结果如这个表所显示的，49.3%的人基本上同意那么41.2%的人基本上不同意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细部的一个态度倾向的完整的一个呈现那么基本上不同意的当然比同意的多8%左右了那么台湾多数人在面对中共要武力犯台的时候，不是没有疑虑，还是会有一些疑虑。不过这个疑虑，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多，49.3%的人对41.2%那么无论如何，
在面对中共武力犯台的情况底下，那么还是有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应该追求独立公投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讨论的一个现象啊。由郭培鸿先生甲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两位总统背书的这个喜乐岛联盟，主张每年要举行独立公投。咱针对这有做一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咱的问题是安尼问吼，就讲最近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甲多位政坛大佬联署支持喜乐岛联盟的成立，这个团体主张。台湾每年应该举行独立公投，然后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请问你赞成还是不赞成？结果49.5%的人赞成，37%的人无赞成，无意见4.3%。咱看到这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结果，非常赞成的20.7%，还佫算赞成28.8%，无意见4.3%，无啥赞成。18.5%，一点啊嘛无赞成，嘛是18.5%。赞成的比无赞成低12.5%的百分点，12.5%。那么将近半数的人支持在每年举行独立公投。那么要安怎去解读这个意义呢？那么这个诉求。会当伫短短时间内底得到超过半数台湾将近半数台湾人的这个共鸣啦吼，未来随着这个运动诶愈来愈展开，看起来这个诉求伫台湾是有市场的吼，但是结果会安怎吼？那么可能爱进一步观察。咱顶一段有讲到在一个所做的这个调查吼，咱会当比较。这个结果跟在一个做一个对比，会当真清楚的发现，台湾人支持台湾独立公投的人数有明显的增加啦。哦，虽然同款，还阁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台湾独立公投到今为止并无得到高度的社会共识，所以未来这个运动的推算。爱有相可能爱相当的这个拍拼相当的吃力吼。不过，咱看得出来，伫还未有这个团体三星进前，甚至还无这个李登辉、陈水扁总统的这个加持的情形之下，赞成伫蔡英文任内举行独立公投的人是比较较少的但是因为有只大路站出来了后，这个赞成的人就增加应该超过5%以上，这是嘛是值得注意的所在。咱来小可回顾一下台湾独立运动的历史啦吼。那么其实台湾独立运动为1947年二二八事件了后，会当讲。较正式有意识的伫推动这个理念啦吼。那么伫2008年进前，咱讲几个大事迹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深入入去讲这物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当然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刺激台独运动的这个产生。1950年大了后，海外台湾人独立运动升日本尾啊。美国、澳洲、中南美等等第三，1964年彭明敏教授提出台湾自救宣言，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第四，1977年长老教会发布这个人权宣言主张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嘛是重要的一个主张。1980年，迄当阵的东华。将一个重要的政见列入咧因的共同政见内底，叫做自民自决，自民自决论。
这有伊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啦，哈。1989年，郑南榕先生自焚，伊是争取伊有讲台独的自由所以因为安尼自焚人使人尊敬哈。第七，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湾宪法草案以及台独东攻，这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哈。那么非常重要。刷咧就是台湾民主化哈，出现1991、1992国会全面改选哈，1996年总统第一摆公民直选啊，然后2000年台湾第一摆的政党轮替啊，那么政权和平移转哈，刷咧2004年伫陈水扁前总统任内推动两大公投哈。一个是强化国防，一个叫做对等谈判，吼、哦。啊，这其实拢牵涉到这个台湾人意识，吼、哦，这个台湾主权问题，这个、再来，吼、哦。刷咧，2006年，陈水扁前总统任内，国统会甲国统纲领，吼、哦，国统会国统纲领终止运作与适用了，吼、哦，就是甲停止。国统会甲国统纲领，这嘛是有伊个时代意义啊。另外，可能是上界重要一项，就是2008年，迄当阵总统大选，民进党第一摆执政，陈水扁总统迄当阵推动台湾入联公投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这个公投，那么声势相当的大可惜嘛无过啦吼，但是有。600,000-700,000人投票赞成台湾人爱入联公投，这是一个流水账台湾的这个独立运动，用一种世界上上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去推动啦吼。那么嘛无，但是嘛无，总是嘛无直接去推动独立公投吼。特别注意的一项就是讲，2008年了后，民进党在野了后，甲政委制多十年，多十年。台湾独立运动确实慢慢定去，台湾过去十年，坦白讲，并无有啥物有意义的有组织的台独运动，并无人心这个散兵游勇哈，歹势安尼讲，也是讲各地有关心的人真多，但是总是无形成一个有意义、有组织的台湾独立运动。原因到底是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哈，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学术问题，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政治问题啦哈。讲学术问题，可比讲哈，美国。19世纪20世纪初期的时阵，有学者咧讨论讲 ，Why there is no socialism in America？ 为怎样伫美国未产生社会主义的政党？无社会主义，无社会主义的政党，这引起真侪讨论啦吼。因为美国是上工业化的国家，照理讲应该爱有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美国无，原因是啥？用同款的。思考，咱来问台湾，就是讲台湾为怎样无形成一个强大的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原因是啥？那么这个原因就相当的复杂那么简单讲其实这个民进党为党外开始甲民进党组党了后一路行来吼，那么面对着真复杂的历史的这个因素所以嘛真非常谨慎地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内部争论真多，但是总是独立公投一直唔是一个上主流的力量啦那么主流力量是讲防御性公投。是一种被动的公投所以台湾虽然经济真发展，政治已经民主，但是台湾的总体的政治发展到今仔日为止，咱并无看到一个主张
独立公道的一个真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出现。那么，所以台湾今仔日虽然是一个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但也毋是一个名甲实一致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名实还不相符啦吼。所以这是台湾遇到的问题。未来喜乐岛会安怎发展？是毋是会当形成一个真强大的一个力量？推动台湾走向真真正正主权独立的这个目标，需要大家来密切观察。今天讲到这，后一礼拜同一时间再会。